哎呦，我是达尔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是八大电视台出外景的感觉，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，好久没出门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今天为什么会来八大呢？最主要是因为我参加了一档节目，叫做《平民巨星》。我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居然海选上了。所以呢，今天呢是一个，这算什么彩排日？今天是彩排日，那明天呢才会是正式的这个录影跟比赛。它是一个选秀节目，歌唱选秀节目。OK， 那今天呢我们就好早哦，好，我们就去彩排吧 ，Go Go！这里的空间比较自在，好可怕！我第一次感受到就是上选秀节目是什么样的感觉，充斥着满满的压力，然后感觉起来导播就是在长期高压的状态下工作的，没有一个人是好脸色。I'm kidding， 好凶啊！压力放压力，所以呢就是。好了，明天呢就是正式的录节目了，然后希望自己表现顺利啦，剩下的就管他的，好玩就好，明天见。好，今天就是比赛日，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？太晚睡了，唉，要身兼很多事啊，你知道我昨天为什么三点睡？因为我在排程上片，不能因为比赛，所以 YouTube 的事情就不做。你看这世界真的是。好忙啊，所以现在呢，我要去开嗓。好粉。你还没换衣服吗？我换完了。你换好了？差一件外套而已。OK OK。我的头发都短掉了。其实今天大家都戴这种项链。好像是哦。正式人看全妆。跟彩排一样的人，这边。What up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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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. What up? 我的 Yo. Yo. 给我点回应，我求你了。我还在想我要说你的什么？背包。同发色队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你要找可以。What up? 同性别队友。我没有，我还没有共同点呢。
会有这种过程吗？还是我们大家都对手？如果你信任我们，可以配合你。手离远一点。我不要了，就因为你这句话，我不要了。不好相处。我们配合你啦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，大家加油，大家加油。还是可以那个。哦，对了，这么可爱啊，来。现在啊，我等等等等。我会一路这样尴尬到所有人意识到。耶。你看我一路。我要剪盖。这就错了，这就错了。打一下。这就错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少两个，有你们的局啊！他觉得我们是对手。哦，你们觉得我们不是对手？那你们觉得？哦，好，大家加油！一、二、三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好感人哦！好感人哦！没有好，暖完身了，正式开始啦。那因为节目内容不能拍，所以我就等一下应该就是看我进去，然后看我再出来，然后出来的脸就是这样。要拍，拜拜。好，大家看会不会这样 ？OK， 好，比赛 go go。我觉得我刚刚表现不是很好，也完全对我来说、完全不理想。对，不知道，可能因为第一次在台上唱歌，就是认真唱一个抒情歌，或者是认真唱一首情歌的时候，对我来说第一次，所以你看现在就哑掉了，就会有一种紧张感吧，然后喉咙就干掉，然后干掉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哇，你无法顾及情绪了，你只想顾我这个音我可不可以唱出来。所以刚刚老师有说到很多点，包括哎要有一个对象啊，音准啊，或者是思绪啊什么的。其实我那个时候只想着，我脑海里面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下一个音有没有办法发出来，我要把下一个音发出来。对，就这样而已。OK， 我觉得经验啦，对啊，所以我不太满意自己的表演。好了，结束啦，结束啦，结束啦，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啦。那最主要就是，刚刚有节目组在那边做访谈啦，那也有讲到，就是最主要就是我觉得可能紧张，所以导致于说自己的喉咙没有开这样子。OK， 好，没关系。我觉得最主要是一个经验啦，一个经验谈，因为之前都有很多表演经验啊，在舞台上可能演戏剧啊，可能也有搞笑啊，可能也有诸如此类，但是就是没有认真的唱歌。对，所以对我来说应该算是一个新体验啦，一个新体验，第一次在节目上面歌唱选秀，爽。OK 啦，好，大致上就是这样啦。那正式节目播出的时候，这支影片才会上，所以这支影片你看到的时候呢，代表节目已经上了，所以呢，就是我应该会把它放在下面啦。就是我找到连接的话，我就把它放在下面。OK， 那如果想要看我这个整体的表现有多糟糕的话，记得好不好？可以去看一下《平民巨星》。我是达尔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分享。如果是 YouTube 的话，记得订阅。我是达尔，下次见，拜拜。I give the people what they want. We've been trill since 89. I don't rush this, I just bust this. Work my rhythm, take my time. I've been backing down bullies. I got this game by the neck. I got these quarters and counties. We up, just call me collect. Yep.